齐白石的拿手绝活，仔细品读很惬意。搜狐文化，搜狐网，画虾齐白石的拿手绝活，仔细品读很惬意。齐白石1863-1957年现代杰出画家、书法家、篆刻家，原名齐黄纯之，字卫青，号白石，宾生、阿芝、借山林馆主者、济平老人等湖南湘潭人。齐白石的虾栩栩如生，情趣盎然，懂得笔墨，也善于操纵笔墨的齐白石，他在下笔画虾时，既能巧妙地利用墨色和笔痕表现虾的结构和质感，又以富有金石味的笔法描绘虾须和长臂前使纯墨色的结构，里也有着丰富的意味，有着高妙的技巧。白石翁画虾乃和虾与对虾二者惬意的合像，离苦馋虾的精神状态，虾的有潭里的透明体，虾在水中浮游的动势，把艺术造型的形制动三个要素完满的表现出来，这样丰富的内容。齐白石先生用的是极简练的笔墨，不能多一笔，也不能少一笔，一笔一笔可以数得出来。叶前与齐白石画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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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齐白石画虾。